连杰身价数亿，为何迟迟未治好患上的甲亢？好友向太一语道破，近年来国内电影市场异常火爆，不少80后90后的演员都凭借电影作品登上了事业的高峰，老牌电影明星们也搭上了这趟顺风车，焕发了事业的第二春。然而有一位大家都很喜爱的巨星却不见踪影，他就是有功夫皇帝之称的李连杰。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星，李连杰的号召力无庸置疑，面对如此红火的市场，他为何不出作品不刷票房呢？李连杰拍完火元甲后便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慈善上，后来他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，他得了甲亢，无法进行剧烈运动，便悄然吸引了20世纪末中国影坛上最有话语权的明星，不外乎成龙、周润发、周星驰、李连杰几位。成龙、周润发都比李连杰大不少，就连周星驰也比他大一岁。不过从近期媒体拍到的画面上看，李连杰的头发已经花白，看上去比其他三位都要老，不少媒体都将其称为80岁的老大爷，说他的容貌衰老到无人识。说到这，估计不少网友要问了，李连杰年轻时拍了那么多片子，身家数百亿，又不缺钱，为何迟迟没有治好患上的甲亢呢？难道甲亢是治不好的病吗？其实甲亢并非治不好，而是需要坚持治疗，一旦中途放弃，病情就会反复。此外，患者必须保持好心情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李连杰虽然已经8年没有拍电影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慈善的脚步，一直在为壹基金奔波，并不比拍电影轻松。此外，李连杰的好友向太还曾透露，一语道破其中的真相，李连杰并不喜欢做美容保养，他崇尚自然，头发花白也不去染，再加上衣着随意，很容易给人一种苍老憔悴的感觉。像李连杰这样以平常心对待衰老的明星确实不多，成龙、周润发勤于保养又染着黑发。